南无梵王教主卢舍那佛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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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聚境界难得闻，三聚境界难得闻，精于无量具之节，精于无量具之节，读诵受持亦如是，读诵受持亦如是，如说修行者更难，如说修行者更难，得戒和尚慈悲，开堂毗堂。诸位引礼大德，诸位新界大家早安。阿弥陀佛。请看着《佛说梵网经菩萨戒本会节》目录第二页，《梵网经菩萨戒本科判表》一，放光发起分。我们要讲续分，放光发起分。有三章的讲义，第一章，请看着讲义的第一章，《梵网经菩萨戒本科判表》，梵网会解第二页，一，放光发起分。佛说《梵网经》菩萨心地戒品卷上，是时释迦身放慧光所照，从此天王宫乃至莲花台藏世界，其中一切世界一切众生，个个相似欢喜快乐，而未能知此光，光何因何缘？皆生一念，一切世界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，与共同心，一口问此光，光为何等相？是为《梵网经》放光发起分。根据《偶益大师全集》第二册总页1457《月藏之经》卷第32，大圣律藏述曰：大圣律法杂在方等诸经，不同声闻，别不独行。今于经中取其胡律一居多者，或是全部，或是一品一章，别标如着。这一段说过的。佛说梵网经二卷有声照序，南色彼岸，瑶琴天竺沙门，鸠摩罗什译也说过了。菩萨心地品上，释迦于第四禅接众归莲花藏，请问卢舍那佛，广说三十心十地法门。菩萨心地品下，释迦世成佛道，十处说法之后，即于菩提树下结示十众四十八清戒法。此经本与华严同部，今为此品单行，故南北二藏皆归于律。我们今天呢，从这里开始。就是偶益大师的《月藏之经》，菩萨心地品卷上，诸菩萨所受持的心地戒品上卷，娑婆世界教主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在色界第四禅地中。摩西所罗天王宫，请接此娑婆世界大众，
还归莲花台藏世界，百万亿紫金刚光明宫中，请问圆满报身卢瑟那佛，广说菩萨所修行三十心十地法门，简称菩萨心地法门，十发趣心，十长养心，十金刚心，十地，总有四十法门品。菩萨心地品下卷，释迦世成佛道，娑婆世界教主，本师释迦牟尼佛，示现成就无上佛道。我们现在哦，请大家看着《华网经菩萨戒本》第十五页。尔时释迦牟尼佛从出现莲花台藏世界东方来入天王宫中，说摩受化经仪，下生南阎浮提迦夷罗国，母名摩耶，护智白净，无名悉达，七岁出家，三十成道，号无为释迦牟尼佛。乃至经文说，吾今来此世界八千返，为此娑婆世界做金刚花光王座。到这个地方就是十六页的倒数第二行，吾今来此世界八千返。佛陀说，我现在呢，下生人间来此堪忍贪嗔痴三毒烦恼的世界，已经八千次的往返，因此说呢，释迦示现成佛道，十处说法之后，哪十处啊？请看戒本，梵网戒本十三页，我们从倒数第二行底下两个字，或者呢，倒数第二行的第二个字哈。还本源世界阎浮提菩提树下，从体性虚空花光三昧处，出以方作金刚千光王座，即妙光堂说十世界海。这是第一处说法。护从坐起至第四宫说十住。第二处说法，护从坐起至焰天中说十行。第三处说法，护从坐起至第四天说十回向。第四处说法，护从坐起至化乐天说十禅定。第五处说法，护从坐起至他化天说十地。第六处说法，护至一禅中说十金刚。第七处说法，护至二禅中说十忍。第八处说法，护至三禅中说十愿。第九处说法，护至四禅中摩西所罗天王宫，说我本源莲花台藏世界卢瑟那佛所说心地法门品。第十处说法之后，即于菩提树下结示十众四十八清戒法。请看戒本二十二页，二十二页的第一行开始，就是我主月藏至今所说，即于菩提树下结示十众四十八清戒法。尔时释迦牟尼佛初坐菩提树下，成无上正觉仪，初结菩萨波罗提木叉，
孝顺父母、师生、三宝，孝顺至道之法，孝名为戒，义名至直。这一段呢，是我们修学的重点。佛在菩提树下总结指示菩萨心地中受持的十重戒、四十八轻戒，以孝顺为重要。修学佛法，我们要孝顺佛陀，要孝顺正法，要孝顺和合身、比丘身呢、以孝顺为重要。菩萨戒恨虽然无量，以孝为宗旨，要孝顺生我色身，养我长大，对我有大恩的父母，以孝顺父母的心孝顺师生。师生呢，就是为我受戒的师长，饭碗合住偶主的解释，师生者独子受戒之师，唯独是指传授戒法的师长，教训我、指引我如法的修学菩萨心地戒，对于我有训导之恩，其余的身众自然归属于三宝中的僧宝所收摄。我们登了第二坛呢、登了第二坛比丘坛，受具足戒之后，就入僧宝树了啦，入于僧宝树了。想要依止心地戒法，孝顺父母、师长，必须随顺佛法僧三宝的教次，所以三宝对我有教育之恩呐、对我有救护之恩呐、由受持孝顺父母、师生三宝之心地戒品，得至无上菩提大道。所以孝顺心、是我们修学菩萨戒法的重要。有孝顺心的时候，我们不敢违逆三宝的教示，很孝顺啊，得至无上菩提大道，故云至道之法，孝顺至道之法。孝顺是一切菩萨心地戒品的宗旨要道。由孝顺心总结指示菩萨十众四十八轻戒法，自然不敢作恶的缘故，此经本与华严同步，这一部梵网经原本跟大方广佛华严经是同一部，梵网经是华严部，科判第一，放光发起分，一切世界中一切菩萨见到佛陀放光，皆来集会，这是法身大士的境界，不是凡夫菩萨呢，法身大士的境界。天台
智者大师，判别释迦如来一生说法49年，谈经300余会，分为58教。五十，第一，华严时，譬如日出，先照一切诸大山王。譬如日出，先照高山。释迦如来初成正觉，于极灭道场，为法身大事，顿说圆满修多罗。不是见说呢，顿说，顿然宣说圆满佛果菩提的修多罗，就是契经了。一生圆满佛果菩提，以善财童子为代表。善财童子啊，所证的阶位，与普贤等，与诸佛等，是为等觉菩萨。普贤菩萨呢，教他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净土，期待圆满佛果，叫做圆满修多罗。顿说圆满佛果菩提的修多罗，即是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也就是《菩萨经》哦，也就是《梵网经》《菩萨戒本科判表》第一大科，放光发起分所说，释迦佛身放慧光所照，乃至莲花台藏世界一切菩萨皆来集会，此华藏海会众菩萨41阶位的法身大事。我们依照偶主所判呢，依偶主所判呢，是天台四教中别圆二教的菩萨。引出这一段文呢，用来说明三界内的生死凡夫，就是我们呢，我们在三界内的生死凡夫，初发菩提心，出家学道，受了梵网菩萨戒，日后的行持，我们以后怎么来行持呢？仍然是以比丘律仪为主，还是以比丘律仪为主呢？守护比丘的本分，方得名为住持僧宝，称作住持佛法的僧宝。住持佛陀正法，荷担如来家业的菩萨比丘僧，菩萨比丘僧哦，他要荷担如来家业哦，那怎么可以不学呢？此《梵网经》原本与《华严经》同一部，今为此品单行，现在唯独以鸠摩罗什三藏法师翻译的《菩萨心地品》单独弘传在世间，故南北二藏皆归于大圣律，归于大圣律藏。其次，我们要介绍《梵网戒本》。介绍这段《梵网戒本》呢，想要说明，受完三坛大戒之后，成为菩萨比丘，
日后修学的方向，我们重点要摆在哪里啊？仍然以比丘律仪为主，肩带必须修学菩萨心地法门，而后呢，真实能住持如来正法，在末法的时候，真实能够利益众生。偶益大师全集第十七册总页10917灵峰中论卷五之一，答博山无益师伯，回答博山无益师伯。博山应当是住处的，无益是人名，偶益大师称他师伯，应当这一位无益呢，无益法师啊，就是出家的比丘，应当就是出家的比丘，所以偶主称他呢无益师伯。此梵网戒本是戒外别缘二教独菩萨法，其界内藏通二教出家菩萨，无别戒法，同秉比丘律仪，但发心自度，即名二圣。发心度人，施名菩萨耳。然界内之机，不得舍本位，而空惜界外。界外大事，必须秉全法而游于界中，故菩萨比丘迥与菩萨侍女不同，尽是贤为小圣所至，大圣悉开，比丘所执，菩萨悉容，皆属流言，并非实意。佛祖答复博山无益师伯的疑问呢、他心里面呢、有一些疑问呢、就来以书信来请问偶益大师。佛祖这么回答：梵网戒本是戒外别缘二教独菩萨法。先说界外，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三界之外，已断见思惑，出离三界生死牢狱，故名界外。别缘二教，别者别异，不同呢、别于前面的藏教通教，别于后面的原教，是名别教。原者为教理圆妙，空假中三谛圆融，不可思议，圆满圆足圆顿，故名圆教。梵网经菩萨戒本是三界外别缘二教独菩萨法，唯独是加倍三界外大菩萨法身大事。当然我们也可以修学的，我们也可以学的，没问题。其界内藏通二教出家菩萨，无别戒法，同秉比丘律仪。界内还在三界内，受六道生死轮回之苦，
被业力所束缚的众生，藏通二将，藏者经律论三藏，妙法莲花经曰：贪着小圣三藏学者，贪着小圣三藏的学者呢，回小向大，发菩提心，求学成佛之道，名曰藏教菩萨。通者，通前藏教，通后别教、原教，故名通教菩萨。其中还在三界内，生死流转的藏教、通教、出家菩萨比丘，无别戒法，没有另外持守的戒法，共同都是秉承比丘律仪，住持佛法，久住世间，名为菩萨比丘。这是我们做得到的了，我们生死凡夫可以做到的。四位比丘以上如法共住，则称作菩萨比丘僧。菩萨比丘僧，没有另外的菩萨僧啊，没有另外的菩萨僧啊，后面会说到。但发心自度，即名二圣。佛法中以心为主，只是发心自度治疗，但求自利，不顾他人。这个人自私自利啊，不顾他人，即名二圣，就称作二圣人呢、啊，小圣人呢、啊。称作声闻人、小圣人，只是发心自度嘛。发心度人，思名菩萨耳。论到我们的心哦，我们怎么存心呢、啊？思这样的心呢、啊？发心愿度一切人，同成佛道。四度一切众生，这样的发心称作菩萨，如此而已。故知比丘戒法大小通持。比丘是住持僧宝啊，比丘戒法呢，大圣小圣融通都要受持，不管你是菩萨比丘、声闻比丘，都要受持。大小通持，发心自度自疗，但求自利的声闻比丘，发心度人、自利利他的菩萨比丘，大小圣住持僧宝。融通都要持守比丘律仪，没有不持戒的人。第一哈，我们看后面第一引出的文：然戒内之机，不得舍本位而空惜戒外。这一句哈，我们引后面的文来解释了。戒外者，别缘二教，独菩萨法。然戒内之机，讲到机啊，数世以来熏习佛法，栽培善根，
成就的根基，它是什么根基啊？小圣的根基啊，声闻人的根基啊，菩萨的种性啊，哦，大圣菩萨的根基啊。数世以来熏习佛法栽培的善根，成就他的根基。然而三毒烦恼未断，犹固在三界内轮回生死的根基，就是我们啊，虽然受了梵网菩萨戒，不得舍弃生死凡夫持比丘律仪住持佛法的本位，这个不能舍啊！舍了之后，佛法谁来住持啊？为什么要登坛受戒啊？这个不能舍，不得舍弃生死凡夫持比丘律仪住持佛法的本位，而空悉界外。界外者，别缘二教，独菩萨法。讲到空啊，空就是虚的，没有圣道功德，还未证得无漏圣道，见思烦恼全在。而希求三界之外别教、圆教、独菩萨法，唯独是加倍界外大菩萨法身大士的教法，如《梵网经菩萨戒本会节》第118页，118页的中间，庚第16。为利道说戒，现在呢，我们抄出来的是119页的第三堂合注的文。合注：烧身壁子供养诸佛，与众生同悲扬而上求佛道之极致也，舍身肉所足，供恶鬼虎狼等，与如来同持力而下化众生之极致也。这段文的解释啊，则是唯独加倍以断见思惑，出离三界分断生死之外，证得法身大菩萨的戒法，准《妙法莲华经》卷六，根据《妙法莲华经》卷六，《药王菩萨本誓品》。尔时树王花菩萨薄佛言：“世尊，药王菩萨云何游于娑婆世界？”世尊，是药王菩萨有若干百千万亿，那由他难行苦行，善哉世尊，愿少解说。此是界外别缘二教菩萨法身大士所修如法的苦行。根据这一段《妙法莲华经》的经文，世尊的解说可以清楚明了，界内之机不得舍本位而空悉界外，还在三界内受生死轮回之苦，遭受业力的束缚，这样的根基不得舍弃凡夫所爱着之身。我们都要照顾身体啊，有这个人身啊，才能够好好的修学圣道啊，不可以舍身啊，不是我们的境界啊。
不得舍弃凡夫所爱身，不得舍弃应当老实持戒修行的本位，而空无圣道功德，希求界外别教圆教菩萨所修难行苦行。请看梵网会节118页第16，为利道说戒。为了利量是佛子的贪心，为了求利而颠倒宣说经律文字，隐没义理，这是佛子愚痴之心啊，非菩萨训导传授之方，失去师范之道。是故为利道说经文，是佛子所防之过，戒是能对治的行门，能所通举，故曰为利道说戒，为求利样而说法，如来不听，何况是颠倒说法呢？若佛子应好心先学大圣威仪经律，广开解义味，好心者非为求利养，不是为了求利养，应当发好心，为了上求佛道下化众生，依法来解说，所以自己要先学大圣威仪经律，自己呢原本由解义而发起自利自他的大菩提心，了解佛法菩萨法的义理之后，我们就能发起自利自他大菩提心，发起自利利他的大菩提心。然而想要利他，首先应当自利，我们先要自利啊，好持戒啊，所以必须先学，自己先要发好心来学习，先学大圣佛法的威仪，通常说呢3000威仪呢80000细恨，经律、经权定学、律权戒学，大圣威仪经律正是佛子进修的要道，化他的轨则，由学经律，所以往内能够端正身心，往外能够具足威仪，就是所谓受持大圣威仪经律，广开解义味，广者广泛，开者通达，广泛通达了解大圣经律甚深的意味，这是发好心啊，先能自己学习好，然后利人。合著的解释：好心者，上求佛道，下化有情之心。先学者，自利利他之根本啊，自利利他的根本都要学啊，没有不学的了。威仪者，化导之规范，教化引导众生的规则模范。经律者，进修圣道之门户。广开解意味者，智广大而进经纬，学智广大，经过学习，致使我们呢
学习的范围呢非常的广大，而穷尽精细微妙的义理，说明非浅近粗疏而已。所以都要用心的，都要用心学。见后心学菩萨有从百里千里来求大圣经律，应如法为说一切苦行。若烧身烧臂烧指，若不烧身臂指供养诸佛，非出家菩萨乃至恶虎狼狮子一切恶鬼，悉应舍身肉手足而供养之，然后依次第为说正法，使心开意解。这就说明了别圆二教独菩萨法不是我们能学的呢。见到后来新学的菩萨有从百里千里前来求学大圣经律，应当如法如律的为他宣说一切苦行，为他宣说苦行呢。菩萨戒经一书说呢，菩萨戒经书注说，先为说其苦行，意在众法轻生呢。我们先有这个菩萨法则的概念，意在众法轻生，首先应当如法为说一切难行苦行，用意在贵重法，轻贱为脆的生命，贵重法轻贱为脆的生命，非为即舍生命啊，不是说呢，我们现在就要舍弃生命啊，不是这样子的哈。非为即舍生命烧身蔽之，不是说现在就要放舍生命烧身烧臂烧指。若即舍身为谁说法，若即时就要舍弃生命舍身烧身，那要为谁说法呢？若烧身烧臂烧指，先说烧身，如《妙法莲花经》卷六《药王菩萨本视频》，一切众生喜见菩萨好要修学苦行，正得现一切色身三昧。一切众生喜见菩萨，他正得现一切色身三昧哦，得到正定了哦。乃至自念言，他自己这么思念哦，我虽以神力供养于佛，我虽然以神通道力供养于佛，不如以身供养，不如用我的身体来供养佛陀。即服用诸香，他就服用诸香啊，旃檀香、沉水香，这个香油呢，饮用香油，服用诸香、旃檀香等等，又饮旃波诸花香油，旃波诸花这种花的香油，喝香油哦，满千二百岁，满一千两百岁以后啊，等于我们身上的秀慧之气啊，都去除了。饮旃波诸花香油，满千二百岁以后，一千两百岁以后啊，香油涂身于日月净明得佛前，以天宝衣而至禅身，
用天上的宝衣啊，将身体缠起来，灌诸香油，还要灌上香油，满千二百岁矣，又满一千两百岁啊，一千两百年啊。香油涂身于日月净明德佛前，以天宝衣而自缠身，灌诸香油，以神通力愿而自然身。他用神通力跟自己的愿力啊，而自己燃烧身体，光明遍照八十亿恒河沙世界。其中诸佛同时赞言：“善哉，善哉，善男子，是真精进，是名真法供养如来。”这是大圣经律如法的苦行，舍所爱身供养佛陀，为求无上慧，烧身供养，不是我们能做的了。其次，烧所臂供养一切众生，喜见菩萨命中之后，又投生于日月净明德佛国中，于王家，在国王家呢，忽然化身，又往到佛所头面礼足日月净明德佛。佛灭度之后，收取舍利，起八万四千塔，一切众生喜见菩萨，即于八万四千塔前燃百壶庄严壁。他的手臂啊，有百壶庄严啊，燃百壶庄严壁，供养佛塔舍利。于大众中立此誓言：我舍两臂，我舍弃两个手臂啊，必当得佛金色之身。若真实不虚，今我两臂还护如故。假若真实不虚妄啊，现在我两只手臂啊，就要回护如故哦。做事事宜自然还护。他做这个誓愿之后啊，他烧了两个手臂啊，两只手臂啊，自然还复，自然又恢复了，不可思议啊！要是我们呢、啊，你到医院去啊，怎么接也没办法，要怎么手术呢？没有手臂的啊，大菩萨的境界哦。